就像这个混血儿呀，就是一般是多少彩礼？你们这边？嗯，左右6000块钱。啊？还是中国好？啊，中国好。又要过去喽，去阿姨家开始拌呐，正在拌啊。往里面走都是越南饭了，你吃不惯。这边有一个咱们中国的炸酱面小笼包，就在这儿吃吧。吃小笼包吧。行行啊。这一次不数几个零了。我感觉干妈挺喜欢吃西瓜的，咱们去的话再买个西瓜吧，我也喜欢吃，行吧？要不然到那边渴没东西吃，西瓜真好吃啊！这边。这个多少钱？几步远？别数了，别数了，走吧。哎，西瓜都不要了。哦，你好像还没见过绿帽哥吧？对，买两个吧，阿姨一个，绿帽哥一个，你直接挑中哪个直接拿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车到了，车到了。不是哦，不是去农村的。不是呀，还遇到了个中国朋友啊。你家是哪里的帅哥？我家是越南的。你还有胡勇，你说的普通话这么标准，怎么可能是越南呢？越南人说普通话标准也很正常啊。哎，别乱了，哪里的嘛？对啊，在河口学的呀。河口学，我别混，你绝对是中国人啊！你媳妇儿看着像越南人，人家这个才像中国人。哎，不，你像越南人，一看就是像越南人。你找个越南媳妇儿，真棒！这在一起多久了？啊，在一起多久了？现在才在一起，你看。现在才在一起？对啊，你看。结婚了没有？有没有小孩？没有。没有啊？哎呀。你好，你是越南人？我是越南人。哎，对，看多诚实。你俩在一起多久了？在一起两年了。哦，中国好不好？嗯，好。你老公是哪里的？哪里人？我老公是河口的。他就是河口那边的。哦，看来是，记人家这句话怎么说呀？什么楼台先得月，是不是怎么说那句话？离得近就是好，呵呵，感情很好，看着是吧？啊，你们是你河南哪里的？我河南郑州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河南的？啊？他说的。不是，他那个脸。脸。